一小段。流行歌。啊，国语也可以，可以，母语可以，可以。乌鸦的呀，乌鸦呀呀呀，乌鸦乌鸦呢，俺妈呀家族啊。好，继续继续继续。那你如家呀你哎呀那你里我要打你呀。哎呀，表情嘛，别两个不要像木头一样嘛啊。那个，好，还有别的吗？再来一小段，要带。在那个手部动作自由发挥啊，表演嘛哈，带手部动作可以表演啊。看镜头这边，对。这歌词都知道内容吗？还是只是会唱？会唱，之前有教过。你们打屁股，什么国小教的是吧？对，都没有问哦，你们都不会好奇问哦。有那个啊，有教过，只是忘记。很痛怎么讲？阿拉拉。阿拉拉。阿拉拉。不是不是阿拉拉。我帮你怎么念？很痛。不是阿拉拉。那怎么念？阿玛丽丽。阿丽丽哦。不是啊，怎么拉拉又粒粒很痛啊，有时候被那个玫瑰花刺到啦，被蛇咬到很痛、啊、我们的那个因为不知道怎么叫那个、嗯、阿拉拉阿拉拉哦，好，那个会不会 B-box？ 不会。有听过 B-box 吗？没有。会不会 rap？ 不会。用念的，用台湾语用念的，是不是饶舌一下？没有那么通顺，不是喜欢，越不通顺越好啊，就自然就好了。来一段看一下，好，那流行歌会不会唱？会，随便，周杰伦、蔡依林都可以。一小段嘛。快点，别春的要看你们，赶快表演一下。想到了吗？我以为我身所欲我能够过，我曾试着快乐我的却不被折磨，爱人又回来了，你眼睛离开我，回忆紧紧缠着我，像当初不肯分手。这原唱是谁？很好，唱好。原唱是谁？阿令。好，阿令是哪一组？阿美族。哦，对。那排湾族的歌手有谁？阿豹、阿仁仁，然后马子嘎，然后那谁了？那个什么火车？那个南湾少女队。哦，有一个是那个有不能什么火车？动力火车，动力火车，还有一个什么，带什么林，带爱林，啊对，还有没有，很多哈、哦，啊带爱林的歌会不会唱？带爱林的歌会不会唱？不会，还有几首歌都蛮厉害的、啊，什么空港啊，什么，也忘记他的歌，动力火车的歌会不会唱？忘记，你提示一个。忠孝东路走九遍，外套。忠孝东路走九遍，我只爱那个旋律。好，有没有常唱卡拉 OK？ 还好。那有没有常常自己放那个唱歌的作品到网络上？没有。你们抖音都拍什么？跳舞的。我跳舞的，你们自己有放到网络上吗？有。都跳谁的舞？都跳抖音流行的舞啊。
谁歌手是谁？哪些？不是韩国的吗？外国的，美国或者是那是女生的还是男生的歌曲？都有。你们有放很多歌的，很多那个舞蹈作品在网络上，可以看一下吗？放到那个金峰分驻所哈，就是在嘉兰村哈，嘉兰村的分驻所装水，然后谢谢警察送两瓶饮料，就是往乡公所的路上，然后也谢谢刚刚警察赞助50块，让我在这里吃泡面，感恩。好，五大师 BB 五大师。好，我的是 BB。 那个还要考试哦。我也读书啊。考吗？他都不懂啊。有很多人考吗？啊？有很多人考吗？有考啊，我不会啊。很多人考吗？多吗？很多啊。多。吴大师 BB， 对，好听。他姓吴的大师啊，他妈妈的啊，不，他的老婆叫 BB。哎，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，啊 ，BB 是洞口。好，再来介绍吴大师 BB。吴大师，那叫 BB， 吴大师，真牛 BB， 吴大师，真牛 BB。他明年就是我们的金丝奖。全部向右转啊！第三点，看到吴大师给你的镜头，可能有人教导全部向后转。好吧，你在对，已经好几年已经得到很好的奖项，就是我们的漫画城市。这个就是原住民为什么没有办法啊？我希望这个没有办法到我们现场成功的人哈。那我希望这个精神都能够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温馨。那我们叫做漫画城市，来这边就慢慢的玩，慢慢的品尝，慢慢的享受，非常的糟糕，败坏祖先文化。第四点。第四点，那个做老师的为师不仁，教育失败，这个是最破烂的身教，最腐败的言教哈。这个是公然诋毁牧农族文化，教然后残害幼苗，看一下全部遮脸。这个请那个武林国小的校长哈，这边男生还好，这边女生哈，看一下这个校长，你们到底是哪个教练、主任、组长、老师教，还是母语老师，还是家长？我们布农族就是公开活动，看到没有？大家就业都很辛苦，那旁边都是观光客，后面还有后面那个扇子也遮脸哈。所以今天所有的这个是已经坏掉了哈，匪夷所思。这个是公开活动，所以原住民文化全部都抬不起头来哈。看一下 model， 就是这个卡丁车，希望让我们的有素有这个小队。待会表演，我也希望他们如法炮制，全部向后转，脸全部遮住，看到没有？能够从此说被人家看见。那我希望武林村以后也不要看到这些长官横着，以后看到他们，好，大家都有这些东西哈，同理心。我们也比看一下后面的家长族人哈，也是同理心。难怪小孩子会变坏。我们的经济的共同一体的一个面脉期，所以台东一定要加油，也比也要加油，大家好不好？好，祝大家平安喜乐，活动丰盛，无敌了，牛逼上！谢谢我们的大家长 Bill 李光雄乡长。第二一位，我们美食列车的长官饶庆林县长，刚刚主席特别尊重我们李董朋友阿杜啊，我们最认真的一员，敬爱的一员，古志成一员，为我们正。